今天是二零二零年十一月十九号。今天祖国统一台湾了吗？快了。今天是一零一零年十一月十九号。今天祖国统一个台湾没啊？快了。Today is November nineteen, twenty twenty. Has China unified Taiwan today? Very soon. 讲字什么？什么政治？讲什么字？ 大家好，刚才这一段的话呢，我就是模仿《夏洛特烦恼》大爷里面听不到马冬梅这三个字的一个场景。为什么模仿这个场景呢？就是因为这个所谓的中华民国蔡英文总啊、呃、总统啊，这个蔡总统、蔡蔡子呢，就拿着新闻稿，连蒋政治上下的名字读两次都读错啊！这个就是所谓的蔡总统的水准啊，拿着新闻稿读名字都读错，还能读错两次啊！我真的服了。 那么啊，蒋、呃、正治上校啊，这个台军台军的空军呢，在十七号，也就前两天下午的六点零五分，驾驶 F 十六的战机上空，那么两分钟之后消失在雷达，到现在十九号了，差不多过了两天，这个蒋正治上校还没找到，所以呢，很多网友也就是在猜测，蒋正治上校驾驶这个 F 十六的呃这个空军的战机。 到底是坠海了呢，还是说呃弃暗投共了呢？啊，是不是开着战机来到福建了呢？现在是不是在写这个入党申请书啊？在这里，我并不想猜测蒋正志上校他到底是呃坠海了呢，还是弃暗投共啊？我并不想这么猜想，因为一切都会有这个结论的，就让啊、呃、台湾当局慢慢去找这个飞机好了。 但是我个人觉得，第一种的可能性是比较大，可能就是坠海了，在海里面，可能呢，呃，讲政治上校现在已经是死亡了啊，我是比较相信第一种可能性的，因为第二种可能性的存在并不大啊。大家要注意啊，其实台军是短时间内已经发生过两起的一个呃空军坠机事件的，前几天应该是十天、二十天不到的一个事情吧，应该是二十天，二十天不到的是时间。 那么前段时间就是有 F 十五 E 的战机空军坠机，那么现在十七号又发生了 F 十六，你看 F 十五 E F、F 十六都发生了这个坠机事件，就说明了台军方面啊，这个空军的水平真的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差的。除了台军这个呃空军水平差。 在之前，我做过一个视频，就是他们台军也有驾驶这一个呃坦克车撞上了电线杆啊，撞上电线杆然后翻车死亡的一个事件。所以呢，陆军、空军啊的水平都不行。那么海军就水平好了吗？海军水平也不行啊。海军之前啊在海上面。 去训练的时候呢，在一点五米的水深啊，也发生这个翻船事件，在一点五米的水深也能淹死一个呃海军啊，这个台军不管是海陆空啊、呃、这三个领域都是非常的不给力的，所以呢，我之前那个视频的标题就是说，民进党不倒啊，国军一直死。 但是现在的国军呢、啊，已经不是国军了。我们大陆当局说国军已经改名字了，我们就将它称呼为台军了。其实现在叫国军呢、啊，叫台军可能就是一个意思，大家啊能懂的就懂啊、呃。反正中华民国国军，他们啊、呃、台湾当局也不承认，他们就叫自己是台湾嘛，台湾是一个国家嘛。所以呢，啊、呃，我现在就想说的就是，啊、呃，民进党不倒，台军一直死啊。 海陆空，那么就台军纷纷会出现这个意外死亡事件。我是觉得蔡英文当局，你们就不要再说啊，我们要捍卫台湾的主权和领土啊。那么台湾那些网军呢、啊？呃，幺四五零啊，八幺七门啊，就不要在你们这些阴间论坛说啊，我们台湾的国军啊，台湾的台军呢、啊，是台湾 Number、no. One 啊，我们要捍卫台湾的领空啊，简直就是一个笑话。你们台湾的领空怎么能捍卫呢？ F 十五 e F 十六啊，纷纷的坠机啊！现在连 F 十六的一个呃、啊、下落，那个蒋正志上校下落都不知道去哪里啊？到底是坠海死亡了呢，还是弃暗投共了呢？啊，当然我是不太相信第二种可能性的，我是相信第一种可能性。第一种可能性啊，你们花了两天时间，差不多两天时间，到现在连那个飞机的残骸都找不到，那么你还说你们台湾这么大的一个地方啊？ 还有什么搜救的能力呢？对不对？这么大的一个地方，连一架飞机都找不到，就这样，就是你们台湾 one、no. 的水平啊！所以呢，我真的非常非常看不起民进党当局以及台湾现在海陆空三军的一个水平啊！不管怎么说，真的是希望可以尽快解决台湾问题，因为台湾问题一天不解决。 民进党一天不倒，那么台军啊死亡的人数会越来越多，大家等着看吧。啊，现在 F 十六还找不到，接下来会发生呃海军什么死亡事件啦、啊？空军什么死亡事件？陆军什么死亡事件？大家等着看就好了。因为这个事件，我感觉还会继续发生，因为台湾当局的这个啊、呃、装备的水平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低下的，我们等着看就好了。反正还是那句话，民进党不倒，台军一直死。 好的，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边，我们下个视频再见，拜拜。